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想到这么快就收服了第四只木属性的星兽，啊！啊！你说的第四只星兽就是玄木兽吗？火属性的凯岩兽、光属性的雷光兽、电属性的角电兽，还有木属性的玄木兽。玄木兽是来自远古的稀有星兽，应该极其罕见才是。 还真是意料之外，是这样吗？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帮过弟弟族做事。啊！嘿嘿嘿！哇！难道被发现了？嘿嘿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新加入的，我们还没完全接受你。哦，你听好，我是团队的队长，以后听我的就对了。谁说的？我跟在星兽身边最久，能力最强，不听我听谁的？反对！不过来的早一点，我比你强多了。废话少说，决斗吧！赢的就是队长。好啊，谁怕谁？哎，那你可以告诉我，第五只星兽在哪里吗？只有到冰封幻境接受试炼，才能找到第五只星兽。那我们马上出发吧。我和冰虎兽在这里看守封印。 配合联盟的安排，你们路上小心啊！好，出发。波奇，波奇，波奇还没有醒，快来看看波奇吧。波奇没有打开封印，害得我们的计划失败了。波奇，那个叫星城的星兽猎人，我已经有了安排，您可以放心。 过去醒了后，马上告诉我，要好好问问他，在封印里发生了什么事。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我要做点准备。先激活密道入口钥匙。啊！哇哦！好可疑，跟上去看看。啊！ 喂，雷光兽！玄木兽，快传星城的坐标情报给我，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。我才不要变成跟他们一样！哎呦，玉冰兽在干嘛呢？ 他好像在发送某种信号，发送信号？难道他？冰兽的冰属性力量居然这么强，他的冰属性可以和我的火属性有的一拼啦！喂，那个是什么？哼，不用你管。 那个就是信号烟花，我可是跟小明学过的。哎，雷光兽，冷静点，好好听陨冰兽解释。哼，我没什么好解释的。我终于有完美的计划了。嘿嘿，我要引诱沙加过来，然后跟陨冰兽对决，我就可以趁机脱身，也不用连累星城了。嘿嘿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 没事没事，大家继续。暗号是跺三下脚，一、二、三。雷光兽说的没错，你就是在释放烟花信号。你们真的很无聊，不解释清楚，绝不罢休。哎，哎。 可是，凯岩兽是我们队长，听他跟星城的没错。嘿嘿，阿典最乖啦！凭什么他是队长？对对对，才不听他的！什么？你们居然不承认我是队长？
你们忘记来这里的目的了吗？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任务，找到第五只星兽。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